欢迎回来，简单的一件 T 恤现在也可以穿出你的创意精神。西门町为期三天的潮创节就让许多热爱潮流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大秀天马行空的创意，一起来看。超短热裤配上独特的 T 恤，展现出年轻人的青春洋溢。但这些辣妹身上穿的 T 恤可是从原创艺术所出发的潮创精神。所有的潮流店都会选西门町，因为它算是一级战区。辣妹穿着潮 T 在台上走秀，展现大胆独特的个性。而这些 T 恤的背后都有创意在里头。大家都会希望就是说找到自己一个属于很有自己 style 的一个方向去购买，希望可以真的做出我们这个潮流文化精神。为期三天的潮创节，除了有潮创 T 恤设计大赛，还有风街特卖，结合艺文流行，吸引不少潮男潮女们大秀天马行空创意。